这么可爱，挑战梦幻职业，来就不。这个日本经营之胜，稻盛和夫曾经说过，你曾经想要有一个这个冲。 各位喜爱萨卡运动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今仔日是一百十一年二月十三日，南海萨卡协会吼，以及新加南联，二零二二年度春季海上竞赛，开始来进行咱主竞赛的赛程。咱感谢各位喜爱萨卡运动好朋友，准时来收看现场转播，来了解风格的情形。 咱首先哦，先甲各位嘉宾吼做一下报告。南海萨卡协会吼以及新加南联两个协会比赛甲，互咱本馆本会吼本会，全部合作一只船，吼由大耀伦吼甲咱称赞，吼报告大家了解。互咱边仔这位是咱新加南联总干事长吼赵先生，互咱新年吼新希望。 咱今年度的赛程，吼，就由今仔日，咱春季的主竞赛，来甲展开，咱祝福各位嘉宾，伫即个新年头，弄一个好的开始。比赛甲，会当关关入，开开赢，也祝福各位嘉宾，伫新的一年当中，会当来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心想事成。咱下面，开始来报告咱本馆的基本资料，甲天气。 本馆风格地经纬度，东经是128.9度正，北纬是21.54度，空中距离到高雄港，大约是159公里，到台南平港，大约是168.9公里。咱本馆总共有14个甲会来参加咱的巡量，咱非常的欢迎和甲感谢。好来，下面咱就来报告。 咱今仔风格的天气吼，云层吼，甲看起来有较厚吼，云量吼也真多，咱今仔搁打6点半尔吼，所以咱太阳光光无露脸，天面安尼绿安尼乌阴乌阴，不过吼，咱的云吼，毋是介厚吼，甲看起来才有透光吼，所以甲天仔吼，咱的天面吼会搁较好。 今仔日的气候现在是阴天阴天，风向吼风向是北北东风，风向是北北东风，风力无大吼，只有4.5级，风力是4.5级，咱的影吼，今仔较细吼是中影，能见度，因为咱今仔日云量较济吼，所以咱天面现在吼能见度较无介理想吼，差不多在11公里左右。 风格地现在气温是27度，海水上海水温度是24度，这是咱目前风格地天气状况。好啦，咱即摆来看下风向图，东南西北，咱是东北风，咱今仔北边一个大平，所以是北北东风。 风力吼，风力无大吼，只有4.5级。咱到这个位置，所以咱比赛甲要规范吼是杜风吼兼吼小可吼侧风。空中距离，咱到高雄港吼，今仔日吼距离也无介远吼，是159公里。到台南平港吼是169公里。咱虽然今仔风格地吼是透北北东风，比赛甲要规范吼是杜风吼兼小可侧风，但是风力无大吼，而且咱每只比赛甲。 拢有受过吼严格训练吼，拢有海上飞行经验，佮加上咱今仔日吼，飞到个赛格空中距离也无介远，所以咱比赛甲要规范拢无啥撇步，只要方向看好准，有当吼
应该拢会当平安哦来归返。北东方，反正谢谢。好来，下面哦，咱就来看咱大佑人的卫星定位，哦，准现在位置。好来，吴明兄哦，咱所看的是咱大佑人的船长哦，李船长。哦，伊啊，4点外吼，要5点就要起来吼，咱驾驶台吼来测天气吼，来掌舵，哦，非常的辛苦吼，咱感谢咱李船长。好来，咱今麦就来看咱大佑人卫星定位吼，准现在位置。好来，魏明兄哦，这是咱大佑人的卫星定位吼，咱今麦先来看咱的经纬度，尽管这撮数据。是北纬，现在是21度54分。好来，咱正确位置是21度54分。好，咱纬度哦已经来到咱正确方角点。下面哦，这座是东经，现在是119度09分。咱正确位置是119度正。哦，所以咱精度哦差小块。现在时间是吼6点36分，哦，咱有穿吼，差不多伫6点45分至48分哦，会来到咱正确方角点吼，这是咱准现在位置。好，咱正确方角点只吼，佮差小块吼。好，咱差不多佮10分钟吼，就到咱正确方角点。哦，这是准现在位置。好来，下面的时间哦，咱就先来报上哦，咱本馆。国会红岩风调红石头的过程，先和各位嘉宾吼先来欣赏，吼来了解。等一下，吼咱个个进入现场。各位嘉宾，大家好，咱111年2月13日，吼咱主竞赛现在要来验咱个红调新风加高粱个石头红嘛，吼每一个嘉宾吼来欣赏，现在咱个高粱种植者。哦，咱高雄种着只红条新风，遮面完整。哦，咱来看伊倒面，哦，倒面也完整哦。哦，咱来看伊梳头甲红条花嘛，种着只第一卡浪，诶，第一条梳头，哦，伊完了有甲伊签名哦，哦，完整哦，红条花嘛，控艺术，控制，哦，完整。第二条，控艺术，控制，哦，完整。第二卡浪的第一条梳头的红条，哦，伊完后改个签名，哦，当完整吼。红条下嘛，0214013，哦，完整。第二条红条下嘛，0214014，哦，完整。三卡浪的第一条梳头的红条，哦，伊完后改个签名，哦，当完整吼。条下嘛，0214015，哦，完整。第二条嘛，第二条0214016，好完整。第四条咱个第一条梳头，哎，红条吼，伊原有改个签名，吼，拢完整哦。第二嘛，0214010，好完整。有卡咱个第一条梳头红条，哎，梳头哎红条，伊原有改个签名，吼，拢完整哦。红条二嘛，0214004，好完整。第二条红条号码0214003，好完整。第六卡咱个梳头红条，吼，伊原有改伊签名，吼，拢完整吼。红条号码0214005，好完整。条0214009，好完整。最后一卡咱个第一条梳头红条，吼，伊原有改伊签名，吼，拢完整吼。红条红嘛，0214011，好完整吼。最后一条红条红嘛，0214011，好完整。啊，那请您您各位各位，哦，真系详细看到红条信封，哦，这正面完整，哦，那看下对面，哦，这对面拢有改个签名吼，哦，真完整的吼，哦，那看各人的梳头的红条，哦，那看第一卡人的第一条梳头。哦，红条啊，伊原有甲你签名啊，哦，即每一个甲你看有详细，哦，真完整的吼。来看红条号码，第一条
二四九嘛完整。第二条，控二四二五控嘛完整。第二条，咱个第一条锁头红条，吼，伊原有跟你签名，吼，拢完整吼。红条号码，控二四控一八嘛完整。最后一条号码，控二四控一七嘛完整。好了，请1188联络的队友，我请你详细看你的个人的锁头号码，好，请问一个队友来看下详细。第一卡咱的第一粒，空一二五八六，好完整。第二粒，空一二五八五，好完整。第二卡咱的第一粒，空一二五八四，好完整。第二粒，空一二五八二，好完整。第三卡咱的第一条锁头红条，号码空一二五八一，好完整。最后一粒空一二五八三，好完整。好了，请顺兴辉加油，我请你详细看你个人的红条号码，我请你一个加油，我来看下详细。945空二七，好完整。第二条。945029，好完整。好，那请台南冠胜会加油，请你详细看你的个人的锁头号码，请你一个加油，我来看下详细。第一卡咱的第一粒303047，好完整。第二粒303046，好完整。第二卡咱的第一粒锁头的号码303048，好完整。第二粒303051，好完整。第三卡咱的第一粒303049，好完整。有。最后一粒303050，好完整。好啦，请后场的各位，好，请恁来详细看恁的各样的红条号码，甲锁头的红条，好，请勿是空二四。198，好完整。好，这后边有各位签名啊，我前面就各位看好详细哈。好，来看锁头红条，好，又完了完整啊哈。第二卡咱的第一条红条号码，024195，好完整。好，这后边好各位签名啊，我前面就各位看好详细，好，真完整的哈。好，来看锁头红条，好，又完了完整啊哈。好，咱看第三卡咱的第一条红条号码。024197，好完整，好，这后边有各位签名啊，好，真完整的啊。最后一卡咱的锁头红条，哦，伊完了完整了啊。我讲就去。最后一卡咱的第一条红条号码024196，好完整，好，这后边有各位签名啊。好，真完整。最后一个锁头红条，好，伊完了完整了啊。好了，看。高雄新兴会加油！好，请你详细看你的个人的锁头号码。好，请你一个加油。好，来看下详细。好，来看第一卡咱的第一粒，002220，好完整。第二粒，002219，好完整。第二卡咱的第一粒锁头的号码，002218，好完整。通关了，国会吼严防岛。严防条吼，过头的过程吼，控控机二一七，好完整。赛甲吼有较济吼，所以咱那个直播播上落来，用咱用直播画面吼，继续那个播上。画面哦，那较细吼，咱请各位教练吼，向咱谅解。好，咱现在先来看咱大右轮的轮胎在位置。控一一。好，咱现在先来看经纬度吼，顶管这组数据吼是八位。现在是21:53，哦，咱正确是21:54，哦，咱都打超过呢哈，因为小数点个跌，啊个跌9564哈。下面哦，这座是咱的东经，现在是119度正，哦，咱正确位置是119度正，哦，这是咱船，哦，甲咱风格点哦已经重叠哈，现在时间是6:45。予咱船已经到咱正个航高点，好来，咱即马就
对准的对手兵吼、哦、来进入现场。第二点，空一零七六三，好完整。好来，吼，这是咱准吼对手兵的情形吼，咱防告人员吼，正早吼就较来准备吼，咱防告前的准备事项，啊，今仔是主计赛。哦，所以，哦，已经甲看开已经完成哦，放到前个准备。哦，咱现在天边吼，同款分量哦有较高吼、哦，因为，甲拄啊吼，咱五点外要六点的时阵，佫下阵毛毛细雨。哦，不过咱即摆看开，咱天边吼，云啊已经较薄啊吼，啊较清啊吼，遮拢有了有透光啊吼。七六四五环境。哦，这是咱现在吼准备对手兵，好来，咱即马，包括咱准备正手兵。第一卡咱的第一，空一空，六七九，好完整。第二点，空一空，六八一，好完整。第二卡咱的第一点。好啦，吼，这是咱船的正手兵吼，哦，咱甲看个防告人员吼，赶快来完成防告前的准备事项。哦，咱七点吼，七点即到吼，准时防告。最后一点，空一空，六七八，好完整。春开的气候吼，就是经常讲讲春天也好面。哦，咱刚开船的时阵哦，天气真好。不过到半暝的时阵哦，开始拢下着毛毛细雨。哦，不过到即摆吼。咱天面哦，已经慢慢啊好开啊吼，看起来吼、哦，要落雨的机会吼、哦，应该较少啊吼，迄云拢渐渐啊咧开。哦，咱等下吼、哦，应该吼、哦，落雨的时阵，哦，天面会去比今麦较好。哦，咱甲拄啊七，天气的时阵吼、哦，明见都差不多十一公里。哦，咱今麦甲看起来吼、哦，有十二公里左右啊。哦，又搁是一个新的年头吼、哦，新年。哦，新希望。各位教练吼，对咱本季的比赛吼，不管哦，你是用轻松区吼，骨力型的战术，也是哦费尽心思，一去三连，三去九连，吼人家阿妈第二只阿翔也好，大家啊也拢抱着咱强烈的企图心，可以经常比赛个，要加勇勇勇，哦，准备要来冲冲冲，哦，冲出好成绩。要伫本季的比赛当中。哦，来先取得点，哦，想着头香。现在咱每只比赛甲吼，也拢徛伫起跑点上，哦，要伫公平、公正、哦公开的原则下，开始哦，要来展开一场吼激烈的君子之争。啊，若讲到分组比赛吼，阿妈真正吼真迷人，老少咸宜。有一个吼，伫少年哦，气温者吼。直到现在吼，已经八十外岁而以上。伊伫讲吼，积分者吼，就是等这个比赛尔。除了吼会当享受比赛的紧张吼刺激以外，篮球上吼，佮替咱吼解决吼足侪困难。所以吼，咱相信各位参赛者吼，比赛前吼脑海内吼拢会浮出一个吼美丽的梦，尤其吼愈接近比赛吼。这个梦吼，就愈想吼，愈迷人。有一个角友吼，啊对本区吼，不管是管理啦，还是流路吼，一切吼拢比家己的计划吼，还佫较吼超乎想象的顺手。所以吼自信满满，啊，就甲因遐个本区遐个股东讲吼，讲咱本区吼，若无意外吼。收益的有算吼，应该吼真可观。假使吼，若有听到有人要卖土地吼，就赶紧吼去甲放定金。比赛结束后吼，就会当吼甲买落来。这股东吼听了感觉吼真欢喜，但是吼嘛真怀疑。就甲问讲，敢有影这厉害？伊就讲吼，安尼唔捌啦，这招叫做吼未见先赚。若无哦，有当时哦，资格赛期哦，就无通做啊。即个股东哦，听到哦，一直海头讲哦，
啊，这都检查都无病啦，啊，加迄个盐尔啦，所以哦，伫这个平时的赛到正常，哦，真正去互抢吼吼，惊到唔敢放的哦，其实哦无介济，颠倒去迄支嘴厉害吼，惊到唔敢放的哦，啊，真正袂少。好，咱预防个时间哦，啊，都有九分半钟。好，咱片面啦吼，甲看下来吼，云啦吼也一直吼，一直在开。哦，所以咱片面吼，甲看下来吼，个比较多啊，个较好啊。我咱希望咱家庭啊，七点放假的时阵吼，咱的片面个较好吼。上届希望讲咱的太阳公公吼，会较早露脸，予咱比赛吼，予咱比赛到吼，伫找方向会较紧。予咱放个时间吼，还够八分外钟吼，予咱着来讲一下笑话吼，大家来轻松一下。有一个吼，岁数吼袂少的大富翁哦，啊，带一个年纪吼轻轻的女秘书。因为哦，年岁有啊吼，爱为着吼，袂使哦，咱娇娇弟弟的心目吼，无法度吼来享受着满足吼，甲行老开吼，伊就吼去找一只吼，正粗大，而且正勇的猩猩吼，啊叫医生吼，来甲医治这只猩猩的睾丸，吼，咱讲讲是 LP 啦吼。无偌久吼，以后吼，这个年纪年轻的秘书吼，生产的日子就来临啦。啊，这个年纪未少的大富翁哦，伫门外吼，真紧张哦，伫等消息。看到医生开门出来吼，伊就声声讲哦，问医生讲吼，是查甫的还是查某的？医生就甲回答讲哦，我哪会知？恁的囡仔吼，一生落来吼，就一直跳。从我跳起哩吼，吊顶吼，顶面安那叫吼，伊嘛唔落来。吼，咱哩放个时间吼，啊，够笑偌钟吼，吼，咱搁来讲一个啊吼，搁来讲一个啊笑谈。有一个妈妈吼，啊，三不五时吼，就提醒查某囝讲吼，世间上的查甫人吼，拢真老油条，你若无着吼，啊，千万袂使认输。吼，以免吃亏。有一天吼，因查某囝出外回来吼，因老母就甲问讲：今仔日吼，敢有去互欺负？啊，因查某囝就讲吼，今仔日有一个查甫吼，甲我撮，啊，我嘛甲撮倒转去。结果吼，伊就出手拍我，啊，我嘛回手甲拍。然后吼，伊就将我堵到流血，我嘛吼将伊吼堵到流人。所以吼，我绝对吼唔认输。哦，咱放到人员吼，也拢上位吼。哦，咱国会所派出来的放到人员吼，这阿俊的工作吼，本来吼就无快活。若是去遇到迄个风影吼，较大个时阵哦。船到到游的时阵，哦，坐起来吼，就到到新船，就一个甲友吼，啊，廿分照讲要去小琉球练，啊，上船前吼，啉一杯哦珍珠奶茶，哦，坐到半中华煞新船，吐出来珍珠奶茶吼，拢变作贡丸遐大粒，所以哦，风影若大吼，新船吼是真艰苦吼。吼，又阁是一个充满希望吼，甲期待的新年头，予咱2022年度吼，咱全部赛程吼，就由今仔日吼所进行的春季资格赛吼，陆续来甲展开。吼，一年之计吼，在于春。各位参赛者吼，唔管过去的成绩，吼是惊天动地，吼也是乌天暗地吼，又阁是一个新的开始。
伫这个新年头吼，相信大家拢会抱着一个美丽的梦。哎呀，五分钟，哎呀，五分钟。这个美梦吼，就是今年度的比赛吼，家己爱将吼会当来首项无敌，我得到辉煌的成绩。都一对吼老处男吼，甲老处女，两个人吼去法院吼公证结婚。这个老处女吼，为着要表示吼，伊的纯洁吼，唔捌乌白来。就伫结婚证书吼，伊顶面吼写一句诗，哦，要来当作纪念，啊，就写吼，一间厝，两片门，38年吼无人住。哦，这个老处男看到吼，嘛不甘示弱啦吼，伊为着要表示伊的专情吼，往啊伫结婚证书下面哦写一句吼，一支枪，两粒圣旨，50几年哦无空见。这是这个证婚证人、结婚证人哦，看到吼，心肝啊想讲，这款代志以后法度吼来提示作对，哦，佮写到安尼文绉绉吼，我若无写一句吼，这就算吼漏开，总啊赶紧哦写一句吼，祝恁哦一炮定江山，哦，咱在此啊，就用这个笑话吼来祝个咱各位嘉宾吼，在新的一年当中。会当来一炮定江山吼，关关入吼，开开赢。吼，咱今仔应吼，今仔应吼，这中应吼，唔是介大吼。不过咱今仔乌云吼，虽然有较济吼，但是咱甲拄啊比较拄啊吼，佫较光啊吼，分量吼也较少啊吼，云也慢慢仔咧开。现在能见度吼，差不多能保持在12公里左右。哎呀，3分钟！哎呀，3分钟！啊，今仔来参赛比赛，咁吼，拢经过咱各位参赛者吼赛前的积极的吼的强势训练，哦，每只拢有优秀的实力。相信大家对今仔日的赛程吼拢充满信心，啥人吼都唔认输。心内吼，即摆吼，拢会想讲吼，要让别人的失败吼，来完成家己的快乐。今仔这两个虽然是咱资格赛咯，但是吼，咱演习如同作战哦。比赛甲嘛爱伫规定的时间内吼，平安吼来规范。哦，今仔个风势吼是到北东风，风力吼是5级。哦，比赛甲要规范哦是杜风吼兼小寡吼侧风，空中距离。哦，到高雄港吼，唔是介远哦，差不多150公里左右。到达安平港吼，是169公里。哎呦，两分钟！哎呦，两分钟！哦，咱虽然吼是新的一区，哦，咱所承载的大右轮哦，对比赛甲哦，背出咱防护设备吼，感官哦做甲真好势吼。咱调风到咱的铁链啦，哦，外面哦，拢包着海绵。甲旁边的左道吼，也拢绑着右网啊吼，啊，避免咱比赛甲吼飞出人，哦，去弄着栏杆，所以防护设备吼无问题。好，咱每开哦，来到比赛期间哦，咱相信哦，大家对家己爱将哦，拢会有所期待。哦，咱就套一句哦，邓小平的一句名言哦。不管是乌鸟或白鸟，会咬领子的拢是好鸟。所以哦，即摆不管咱本区各位哦，所饲出来是天兵哦，还是天将，不管是乌斑还是暗斑啊，大只还是细只，哎呦，一分钟，只要吼、哦哎、有发喙齿哦，会咬奖品的吼、哦，拢是好歌。哦，现在我们只比赛甲也拢各接各位吼、哦，哦，不过最后吼、哦，马用相机吼、哦、来证明一切。好，咱离方个时间吼、哦，还阁剩差不多要30多秒。好、哦，咱方个人员已经拢上位啊吼。30秒。7点吼、哦，7点就到吼、哦，准时放甲。好、哦，咱现在天面吼、哦，阁比较拄啊较好啊吼，阁看起来云吼也已经慢慢啊咧开。哦，不过吼、哦，同款哦，有较高小看。哦，现在咱太阳公公哦，感官无露脸。五、四、
三、二、一，拜叫。各位嘉宾，南海沙格协会，我是新加坡人，2022年度春季资格赛一，已经来放假。我们每只比赛甲，也拢经过各位参赛者，赛前的详细训练，甲调教，也拢有海上的飞行经验，虽然今仔日是第一次的资格赛，但是每只飞出人的动作，甲看起来拢真熟手吼，真老练。咱今仔放到第四波北北东风，风力是至五级。比赛甲要规范是杜风兼小可侧风。因今仔太阳公公无露脸即摆甲看起来拢暂时暂时拢飞悬拢飞悬起哩伫咱船边的四边伫甲看起来飞正悬开始伫走水方向。不管是两个合会比赛，甲全部合作一只船所以现在天空是密密麻麻分裂非常的比赛甲非常的壮观甲看起来管道现在拢飞到非常的高。因今仔太阳公公无露脸，所以咱比赛甲目前甲看起来个拢伫咱船的上空。四边开始伫走水方向，甲看起来每群现在拢飞了有非常非常的悬，一群一群非常的侪群，招数非常的侪非常的壮观。咱今仔太阳公公无露脸，咱云啊渐渐安尼开。目前啊，搁拢伫咱咱船边伫盘旋咱即换一个角度。现在咱比赛甲同款拢飞了真悬不过慢慢地移动啊甲看甲慢慢地移动。咱当兵的所在咱天面有较光。虽然还佫真侪比赛甲伫咱风甲地的现场，但是已经一群一群真大群向咱东北边台湾的方向来前进。因今仔日分量有较侪。而且咱当兵面现在天面也较光，所以咱比赛到现在拢经慢慢移动啊，慢慢移动，唔是足紧就来出咯，但是拢慢慢移动伫遐拍鼓慢慢啊前进。咱每只拢是咱各位嘉宾辛苦所培养出来精英部队所以虽然是乌阴天你背甲看起来也是真在线充满活力，充满自信，展翅飞翔要来证明家己的实力。咱甲拄啊伫咱船的上空的比赛甲真侪，但是即摆拢慢慢移动慢慢移动，拢向咱东边东北边就是台湾的方向开始开始咧前进。因今仔日太阳公公无落脸，所以咱比赛甲滴飞悬度非常的悬而且咱今仔日招数非常的多，所以即摆一群一群一群接一群拢向咱台湾的方向慢慢地移动。咱的云也慢慢地开，所以甲看起来虽然有较慢出路但是甲看起来受影响真少，应该无什么影响。已经一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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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向咱台湾的方向继续来前进。虽然咱本馆的空中距离无介远，
而且分数吼也差较低，但是吼嘛爱伫规定啊平安吼、哦、来规范吼，才会当继续吼、哦、来挑战咱本季的赛程。吼、哦，咱大部分的比赛项目也拢一群一群吼、哦，向咱台湾的方向吼、哦、来前进。不过咱准备吼，啊，佮有一挂吼、哦，咱比赛甲吼伫走一方向，目前看起来较慢吼、哦，啊，佮伫咱准备吼伫盘旋，吼、哦，拢啊。线线吼，一只一只安尼线线吼，有诶是咱拄啊放到人员吼，甲拄啊甲赶出来尔。哦，咱每次诶资格赛吼，因为吼训练诶程度无啥共，所以有诶比赛甲吼真紧就冲出去，但是有诶比赛甲毋敢飞出去，吼拢啊靠咱放到人员吼来甲压，吼来甲赶，才有法度通飞出来。所以咱现在吼，咱准备同款吼。還有三三两两吼，线线的比赛甲吼，这是甲拄吼，才赶出、甲、甲压出来的比赛甲吼，目前还佫伫咱准备吼，伫盘旋、伫拍壳，吼伊飞起来吼，袂结吼，按线线，吼即摆线线吼，啊结结吼做一群啊吼，吼虽然今仔分量有较侪，吼太阳公公无露脸，吼甲不过吼咱比赛甲吼。拢经过咱各位嘉宾吼详细训练，甲看起来吼，拢一群一群一群哦，来陪伫咱的风格地吼，向咱台湾的方向来前进。哦，不过咱准备吼，还佫有两三群哦，两三群，甲拄我佮压出来只比赛甲，哦，甲拄我拢一只一只吼，即摆已经拢夹夹吼做一群啦。哦，咱赛较正常吼，最终的目的吼，就是要来入奖。这也是咱各位参赛者吼所追求目标。哦，今仔是咱本季的资格赛，希望吼大家拢有一个好的开始，比赛到会当一帆风顺吼，平安吼来规范。哦，咱放假的比赛感吼，同款吼。拄啊，按出来这比赛咁吼，你走出方向较慢，啊，目前甲看起来拄剩一几群啊，伫咱准备，你拍考以外，哦，其他诶拢已经飞伫咱诶风格地，哦，只要中途吼，莫阁有气流诶变化吼，莫有落雨，吼，应该拢会当吼平安吼来规范，吼咱风格人员吼，每下拢真认真吼伫穿人吼。哦，咱昨拢个交代吼，现在也拢个交代，一定爱足详细吼，检查人啊吼，袂绝对袂使有任何交集吼，伫咱房间内底，咱一再个交代，所以吼，即摆大家吼继续吼，正认真吼在穿人，哦，这是咱倒手平吼穿人的情形，哦来，咱即摆个看咱比赛甲，哦，咱比赛甲。我甲拄啊有飞出去吼，甲但是吼，甲看起来吼，即马阁有两三群吼来飞翻头吼。哦，阁有两三群吼飞翻头，伫咱的船边哦继续吼，阁来伫咱船边伫拍壳哦。甲拄啊看伊已经飞出去啊吼，但是吼，即马甲看起来伊阁飞翻头。哦，目前甲看起来飞转来两三群。哦，咱每次吼，咱风格地吼，太阳公公若无露脸，哦，咱伫比赛甲吼伫飞吼，就较袂稳定。哦，咱相信吼，已经吼有比赛甲吼已经来飞离现场，但是吼，嘛是阁有比赛甲吼，甲拄啊飞出去吼，即马甲看起来阁飞两顶，哦，飞两顶，飞翻头吼，飞转伫咱船边吼，伫遮，伫咱船边边啊伫拍壳。不过管道吼，感觉吼飞了真悬。哦，咱啊，每季吼比赛吼，也未结束进程吼。每只比赛甲哦，拢是综合冠军的候选甲。所以咱本季的比赛吼，虾米人会是咱最后赢家吼，也阁是未知数。别单讲吼，人人有希望。所以咱本季的比赛吼，甲看起来吼，会冠冠刺激吼，冠冠精彩。哦，咱。
甲拄啊八栋个两军哦，目前吼、哦、已经甲看甲个官道已经降低。哦，即马飞伫海面上吼，搭伫海面上吼，伫飞吼。哦，咱甲拄啊一大群，即马阁分做吼几啊小群。哦，即目前哦，咱画面所看到是哦，即是甲拄啊吼，飞出去阁飞转来吼，迄一两群比赛甲吼，即马阁伫咱船边哦，即一直咧拍鼓。咱当兵的云哦，也愈来愈薄啊吼。咱太阳公公吼，也拢透光啊。哦，希望咱每只比赛甲会当哦，赶紧哦，随着正确方向哦，平安哦来归返。哦，咱再到镜像哦，讲究是实力哦，相机哦来证明一切。所以咱每关的过程哦，拢真重要吼，袂使有任何失误。哦，虽然今仔日上是资格赛吼，也未有纪录成绩，但是吼、哦，嘛是爱全力以赴哦，平安来规范哦，顺利哦来过关。咱个多百万头吼，只已经分作小集团哦，但是小集团的其中哦，阁有几啊群哦，已经拢阁飞离吼，飞即卖飞离咱的。准备吼，将往咱台湾的方向哦来前进哦，搁伫咱足头前的所在伫遐拍鼓哦，咱现场吼，即卖伊搁是三三两两啊，三三两两比赛间哦，伫遮哩走侪方向哦，甲拄遐大军的哦，甲看起来已经搁向咱台湾的方向哦，哦来前进出去啊。放甲吼，已经十外分啦吼。比赛甲吼，虽然吼，阁有两三群飞翻头吼，但是甲拄啊遐先锋部队吼，甲看起已经拢飞出去啊吼。甲拄啊咧飞翻头只吼，也即摆吼，慢慢吼，慢慢，毋是足紧吼，慢慢伫遐蛇形吼，向咱台湾的方向吼来前进。哦，咱甲拄啊，咱太阳公公小个比较落脸哦，即摆但是哦，伊个机，伊个叫乌云哦，乌云哦，甲炸起来。后来吼，咱只一个一群哦，哦，佫有一群来飞翻头。哦，今仔是资格赛，所以咱比赛甲吼，虽然哦，经过吼严格训练哦，但是咱。资格赛吼，比赛甲吼有较无经验吼，所以吼直接弄出弄入。不过咱现场的招数吼也伊愈来愈少啊。吼，目前吼拄啊剩一群，甲看拄啊剩一群吼，剩下拢差不多拢飞开，飞离开咱风格地。阮遮虽然吼拢伫遮弄出弄入吼，但是甲看起来吼，阮遮的活力吼拢真有吼，伫飞吼的趋势吼拢真好。哦，只要咱比赛间吼，佫加考两日啦吼，应该拢会当来出路吼，咱东边吼咱。当兵吼，咱太阳公公吼，迄公文已经写出来啊。所以咱春季的天气变化吼，非常的大吼。哦，咱昨昏出门的时阵吼，天气真好吼，但是到半暝啊时开始落雨，哦，落到下早五点外，安拢绵绵啊，落一阵啊，歇一阵啊，落一阵啊，歇一阵啊，拢绵绵啊。哦，咱开始转播吼，开始吼，就拢好天啊！哦，即摆云哦也已经继续吼伫开吼，所以咱单边边
哦，咱咧太阳公公哦已经哦射出光芒啊。哦，一个射出光芒了后吼，咱的比赛甲即卖现看起来吼，一个手吼就向咱这个光芒的所在吼来飞行。我感觉伫咱身边哦，正大群的比赛甲即卖看看吼，伊个算正细群啊吼。哦，这是咱目前吼，咱身边吼，下分只吼，鸟群吼，拄啊剩一群，啊，搁伫遮咧飞。哦，咱好教练员哦，甲看起咱倒手平前人个经营哦，啊，搁剩一脚，啊，搁一脚。哦，咱都剩一脚吼，轻轻个吼，咱倒手平个前人个动作就来完成。哦，咱即摆来看看咱。先过来看咱正平吼，请咱个进行。好，咱正手平吼，咱个脚面已经穿好啊吼。咱是鸡鸭顶吼，鸡鸭顶食，哦，大家拢真认真吼，画顺吼，画乖，哦，已经慢慢吼，要来完成咱前人的动作，哦，咱目前比赛感吼，啊，拄我即群吼，伊个拢是拢入，甲看过来吼，伊个背弯头啊，啊，搁伫咱周边啊，哦，甲拄我背离咱方角地吼，已经真远啊吼。但是吼，即摆甲看起来，佫陪咱陪倒来伫咱船边。但是伊今仔个个招数吼，来讲起来吼，虽然看起来真济吼，但是吼大部分吼大部分的比赛甲拢已经吼陪伫咱的风甲地。吼，咱每厝的资格赛啦，还是一寡吼较无大个吼，还是较稳定个，咱无了解吼，拢会伫咱船边拍鼓拍掌。尤其吼、哦，今仔个太阳公公无露脸，所以吼、哦，一寡较无大个吼、哦，到目前为止甲看起，还佫伫咱周边吼伫拍鼓。好，咱即摆佫换一个角度吼、哦，甲看比赛甲换伫飞情形。咱方甲吼将近吼，将近要二十分啊吼。哦，咱即群大群啊，伫遐弄出弄入，甲天啊悬，甲天啊低。哦，像汽水会食粉呢，安弄出弄入。哦，甲倒迄群大群啊，吼，伊搁大田海面上咧飞啊。哦，咱天面吼也盖好啊吼，咱太阳公公吼也流粉芳吼，射出光芒。看下来吼，嘛是阁有袂少的招数吼，搁伫遮弄出弄入。吼，甲拄啊，甲看开飞去到正远，吼，但是即摆阁一群一群吼飞弯头。哦，虽然今仔是资格赛吼，分数吼采较低。但是吼，咱嘛希望咱每只比赛到吼，会当吼赶紧吼找着正确方向吼来规范，吼继续会当来挑战咱本季的赛程。因为比赛吼该现身吼，无过吼就是一定要接受淘汰。吼，咱以及咱台湾的赛制吼。是袂当哦，再给我一次机会哦。每只比赛甲哦，只有一次的机会，所以咱比赛甲哦，赶紧哦，爱赶紧哦，来向咱正确方向来飞行哦，甲我同咱继续哦，来参赛，和咱
我看起来吼，咱比赛到吼，即摆吼，伊个吼飞离吼咱的准兵个正远啊吼。所飞的方向吼，是拢向咱东北边吼台湾的方向来前进。我希望吼，唔通去西头啊。我甲看起来吼，比赛到吼，即道吼正稳定啊吼。啊，拢一群一群哦，甲看起拢打伫海面上哦，一群一群哦，已经过向咱台湾的方向哦来前进啊吼。吼，甲看甲拢四界落吼，已经无当看吼。不过，佫有一群哦，小集团伊佫飞完头。继续咧拍鼓，不过甲看甲你飞速度吼，同款哦，真好。吼，甲拄仔咱讲刺激的吼，啥物拢唔惊向前行，但是无影咧，甲看甲伊搁再会飞翻头啊。数量吼，咱鸟数数量吼愈来愈少啊吼，伫咱船边拍过愈来愈少啊吼。哦，咱甲拄仔吼太阳透伫咱云旁吼射出光芒，即摆看起来吼，伊云阁飞起吼，伊阁大条了。不过咱东边面，吼东北边的方向，即个天面吼加真光，吼比咱西南边的阁较好吼，咱东北边方向个加真光。哦，应该直接去加拍达古啊吼，应该就会当来出路。甲拄啊拍苦吼，甲细苦吼，即摆甲看起来，拢伫拍苦吼，拢真大苦。哦，伫咱船边的礁数吼，也愈来愈少啊。各位教友，吼，咱今仔日风格地吼，虽然风力无大吼，北北东个风力无大，但是咱太阳光光无露脸吼，一个风格嘛，吼，咱比赛甲直接顿停一个，吼，然后慢慢啊，吼，向咱台湾方向来前进。不过吼，差不多飞四五分了后，有一两群较大群个吼，佮飞反头，吼，伫咱船边只拍鼓。不过吼，咱天面也愈来愈好。比赛甲吼也一群一群哦，陆续吼伫向咱台湾的方向吼来前进。甲看起咱船边吼比赛甲吼也数量也无介济，吼咱今日转播吼就到这先来过一段落。咱剩的时间吼，就来报上吼咱昨下中昼吼伫高雄港吊浪上船顶吼，搁取一摆水的情形，互各位教友吼来欣赏，吼来了解，吼咱。祝福咱各位教友吼，今仔日吼弄一个好的开始吼，比赛甲会当平安来归返。吼，咱后礼拜吼，资格赛期再见。做歹转，做歹咧，只只船仔先烂啦，啊，先咧，这里是咧真烂啦。尽心啦、啊！钓竿子，一钓竿推在那边啊！敢看吗？不敢看。哎呦，有水准量加水！哎呦，有水准量加水！
我知我知。你讲嘛，我都着金鱼来鱼尾。哦，你看落来，我着干无爱干，无爱干鱼尾。你是阮船哦，你叫我注意，别人别叫咱注意。天路，天路，今天就把水啊！哦。